点击上方转化医学网订阅我们，干货靠谱实用。肺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的首位，是我国的第一癌症杀手。中国抗肺癌药物市场规模早已超过200亿元。不过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多种基因突变与表达异常等分子机制被证实与 NSCLC 的发病耐药相关。目前多种分子靶向药物已投入临床使用或正在进行临床试验。目前国内外已上市及在研的肺癌靶向药主要靶点包括 EFR 和 ERB、DOG 和 ARC、MET、ROS1、VEGF 和 VEGBRAN2 等。继昨日 CF 的正式批准新一代 ROS1 抑制剂阿莱替尼用于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后，经转网统计欢迎指正及补充。目前市场上 FDA 批准的肺癌靶向药共计17种，其中已有11种在国内上市。EFR 和 ERB、伊瑞莎、Gefitinib 及非替尼国内已上市适应症，适用于既往接受化学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既往化学主要是指铂剂或多西他散 EFR 基因具有敏感性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胰腺特罗坦 Erlotinib 厄洛替尼已上市适应症，单药适用于既往接受或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后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的非小细胞肺癌，单药可用于经四个周期以铂类为基础的胰腺化疗后处于疾病稳定的局部晚期或转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维持。本品用于 EFR 突变人群胰腺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中，建议经知医生根据本品和同类药物研究进展以及患者自身状况综合考虑适宜的选择。凯美纳国产药盐酸埃克替尼已上市适应症，但要适用于 EFR 基因具有敏感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胰腺，但要可适用于既往接受或至少一个化疗方案失败后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既往化疗主要是指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不推荐用于 EFR 野生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泰瑞莎 Osimertinib 奥西替尼 SD 9291已上市适应症，2015年11月获得美国 FDA 快速批准上市，适用于 EFR 基因 T790M 突变型一种 EFR 药物的耐药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奈西妥珠单抗已上市适应症，2015年11月获批与吉西他滨顺铂联合胰腺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不适用于非淋巴非小细胞肺癌。Afatinib 阿法替尼已上市适应症，用于存在 EFR 基因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或21号外显子 L858R 替代突变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欧盟药物管理机构一早于2013年7月25日核准阿法替尼用于抑制存在 EFR 基因敏感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DOG 赛肯瑞 Crizotinib 科唑替尼已上市适应症。WALK ROS1 和 CMET 三个靶点用于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2015年4月 FDA 批准其突破性药物资格，用于 ROS1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的潜在 Saritinib 赛利替尼未上市，预计年底前可上市适应症。2014年4月获 FDA 批准用于经科唑替尼后病情恶化或对科唑替尼不耐受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 ALK 加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2017年升级用于 ALK 阳性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胰腺 Alectinib 阿莱替尼已上市适应症。2015年获 FDA 批准用于科唑替尼失败的晚期转移性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2017年批准用于 ALK 阳性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胰腺 Brigatinib 布加替尼未上市适应症。2017批准用于科唑替尼进展或不能耐受 ALK 阳性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 NAC Brav 曲美替尼 Trametinib 未上市。曲美替尼是一种撕裂人活化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一 MAC1 2
可逆心抑制剂，主要通过对 NAC 蛋白胞外信号相关基酶 NAC 通路的上游调节器的作用，影响 MAPK 通路，抑制细胞增殖。达拉菲尼 Debrafenib 未上市，2013年最初批准用于转移性黑色素瘤和不能行手术的黑色素瘤病人，2017年被批准与曲美替尼联用 BRAF V600 突变成阳性的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欧盟也于同年4月批准了达拉菲尼和曲美替尼的联用 VAXBR 2 Remusarimab 雷莫卢单抗，未上市，2014年12月获批与多西他萨联合韩国化疗进展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 VGF 阿维清 Bevacizumab 被罚出单抗，以上是适应症被罚出单抗联合卡铂与日山醇，用于不可切除的晚期转移性或复发性非鳞状细胞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胰腺 PD1 通路 Nivolumab 纳武单抗 Opdivo 欧药，以上是适应症批准用于晚期转移性鳞状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适用于以铂类为基础化疗或化疗后疾病出现恶化的患者。CF 的批准用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基因突变阴性和间变性淋巴瘤基酶阴性，既往接受或含铂方案化疗后疾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成人患者。Pembrolizumab 泰姆单抗 Keytruda 的 K 药，以上是适应症用于表达 PDL1 含铂方案后进展的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PDL1 通路 Atezolizumab 阿特珠单抗 Tecentriq 药，未上市，适应症批准用于二线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适应患者，包括经过铂化疗期间或之后疾病以后有所恶化进展，具有 XBRA 或 ROCK 基因异常，经其他靶向后无效的患者。肺癌靶向药一览表，靶向药靶点国外上市国内上市，即非替你XRA 2015是厄洛替尼 XRA 2013是埃克替尼 XRA 2017是奥西替尼埃法替尼纳西妥珠单抗克唑替尼 OX 赛利替尼 OX 2014埃莱替尼布加替尼曲美替尼 NAC 达拉菲尼 BRAF 雷莫卢单抗 VEXRA 2被罚珠单抗 VEGF 是纳武单抗 PD1 通路泰姆单抗阿特珠单抗 PDL1 通路，上表中肺癌靶向药共计17种，其中已有11种在国内上市。国内外肺癌靶向药药物上市比例图，以上可以看出，随着国家陆续出台多项简化境外上市新药审批的政策，目前看来境外上市新药的审批速度明显提高，正飞速追赶国际水平。相信今后的药品审批改革还会进一步改善，中国患者可以期待更快获得重大突破性新药。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